幸福不远了，坏天气消失不见了，缘分像阳光照射。幸福不远了，心跳声在提醒我，爱情慢慢靠近着，这一次我准备好了。屏住呼吸，倾听着空气，有浪漫的声音。谁的心情婉转而动听，像微笑的北极星。命运的时长，我相信会指引着我，和爱相遇不可思议的剧情，就像未知的旅行。幸福不远了，这一次要勇敢好吗？相信爱是美好的。幸福不远了，终于内心的选择，幸运在不经意间突然出现了。幸福不远了，坏天气消失不见了，月份天空有阳光照射。幸福不远了，心跳声在提醒我，爱情慢慢靠近着，这一次我准备好了。幸福不远了，坏天气消失不见了，缘分像阳光照射。幸福不远了，心跳声在提醒我，爱情慢慢靠近着，这一次我准备好了。这一次我准备好了。今天我跟白嫂第一次合作，在我的鼓励下，她终于做完了她第一单生意。就算没有天赋，也有权利追寻梦想啊。什么梦想？你不懂。真是肥猪跑进了屠户，竟然自己送上门来了。麦冬刚才给我打电话，说他下周回国。哎，海龙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哦，我下班没事，过来随便逛逛。随便逛逛。嗯。哦，明白了，查岗。瞧你那贱样，我查什么岗？我查谁的岗啊？哎呀呀，行了行了，你就别跟我装了。平时打电话都叫不来你，今天不请自来。看苏苏的吧，看他干什么呀？哎呦，还跟我装是吧？你就放心吧，我一定把苏苏给你看好喽，不让别人惦记上。我理解你，像你这个年纪找了个年轻貌美的女朋友，表面上很风光，暗地里没少操心，是吧？哎哎，我操什么心？就我这魅力啊！哎呦，哎，行了行了，公公，我今天来，我是请你吃饭。请我吃饭？嗯，哎，我刚发现一家火锅店，地道的串味火锅，怎么样？我太仗义了，咱走吧。你怎么那么自私啊？你是不是团长？把团里其他人都叫上。其他人？对，都叫上。不是，你脑子让驴踢了？我脑子就让你给踢了。啊，后边说话，又不是花你的钱，再啰嗦我可不请了。行行行，就行。我正好吃亏难受，占便宜没扣。那么多废话，哎，停一下，停一下，大家收拾收拾东西，吃火锅去。吃火锅？谁请客呀？就是啊，谁请客啊？别闹，
这不看大家最近练得很辛苦吗？慰劳慰劳大家。团长请客，赶紧收拾东西。团长万岁！吃火锅喽！吃火锅喽！苏苏，收拾东西啊，吃火锅去了。知道谁请客吗？谁请客跟我什么关系？哎，你要是让我当领舞，我立刻收拾东西，跟你吃饭去。哎，这是我朋友，跟你朋友先聊着啊。哎，苏苏，要不然我们跟他们一块儿去吃？去，要去你自己去，拉不拉？那个，走吧。白苏呢？他还得再练会儿，想当领舞嘛，总得比别人付出的多一点嘛。想当领舞也不差这一顿饭的功夫吧？这不边上还有小鲜肉吗？小鲜肉？别耍我！你不去，那谁买单？哦，苏苏不去，你就不去，是吧？我是不是？你还跟我装，还说不是来看苏苏的？我真的有事儿。你呢？拿着我的卡，没密码，你随便刷，行吗？亲兄弟，太仗义了！吃饭唱歌一条龙啊！哎，只能吃火锅啊！在家、啊，来了。哎，你一个打工狂人，怎么竟然会在家休息？打工狂人，你需要充电呢、啊。你是不是太无聊了，想上来找我玩？是你太无聊了，好吧？在书稿里竟然把我写成一个神经不正常的女魔头，我找你玩，我揍你差不多。我写的是事实啊。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你就像一个，sorry。但后来我对你的印象有改变呢、啊，我都写进去了，你没看到吗？是吗？对啊。怎么写的？我就写说我认识你的家庭，知道你承担的责任，也写说你是一个很可爱、很善良的女孩啊。是吗？这还差不多，要不然我肯定会罢工的。喏，你再把你的书稿重新拷贝一份给我吧。为什么？啊，我在公司用了一下，不小心中毒了，全报废了。不好意思啊。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对不对？好像没有。报废了，所以里面的资料全部都没了。我全部的书稿都在里面，你知道吗？全部的书稿都在里面。你真的没有没备份吗？没有。
其实 U 盘中毒特别正常，我找人修一下，肯定能复原的。It's okay, Neo. It's okay, Neo. 还不错，服务很到位，谢谢。我来的时候特意找了一家蛋糕店，找人给你做的脱脂奶油迪卡。这从哪儿先下嘴呢？这吧。哎，等一下。哎，一块蛋糕还给我分啊？手给我。呵，这个讲究啊！有你这朋友还真不赖，感觉像我的私人助理一样。你要是愿意啊，我可以一直这么照顾。白伯父，你来了。爸，你怎么来了？女儿，慢点吃啊，小心别噎着啊。怎么吃你也管，我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呗。哎，你别干站着。快给我闺女弄瓶水去！你买这么甜的东西，不怕齁着她呀？哦，好，好，好，那我马上回来。呆头呆脑的。哎，你也不去医院检查，我打电话也不接，你不怕脸歪了？我忘了，手机关静音没听见。不是吧？是不是二人世界太忘我了呀？嗯。是啊，特别忘我。团长请你吃火锅，你也不去，跟个小傻子在这吃蛋糕，你这不辜负人团长一片心意吗？哎，我去不去关你什么事儿啊？你怎么越来越像我爸了？我是关心你。你凭什么关心我啊？水来了，香衣放一边。啊，那个汪汪啊，这儿没你什么事了，要不你先走吧。啊啊，那个他不能走。你回去吧，我走。嗯，对呀，他还得教我学大提琴呢。你爸怎么走了呀？嗨，吃醋了呗。他吃什么醋啊？哎呀，你不懂。您好，我这个 U 盘中病毒了，数据全没有了。您能帮我恢复吗？我们这修不了 U 盘，要不你去那边看看吧。啊，好的，谢谢。哎，客气。U 盘里面的信息文件已经损坏了，我只能给你恢复小部分。啊，还能有救啊？那太好了，辛苦您了。那您稍等会儿吧。哎。
白嫂这个傻瓜，她跑去哪里了？花，多吃点东西。你知道爸爸最喜欢爱吃东西的小朋友了，是不是？嗯。周叔叔，我爸爸可好了，我可以介绍给你和我爸爸做朋友吗？嗯，你爸爸有我爸爸好吗？我爸爸才是最好的爸爸，我爸爸才是最好的爸爸呢，我爸爸才是，我爸爸才是最好的爸爸呢。别吵了，你们两个爸爸都是最好的爸爸，行不行？快吃饭吧。妈妈，你可以给我买一件新衣服吗？又要买新衣服？你那么多新衣服，不行。周叔叔，我想跟你说一句悄悄话。好啊，来。怎么了，花？嗯，你是不是很有钱？对啊，我有很多很多很多的钱。怎么了？嗯。你可以借我100块钱吗？好啊，没问题。但是你要告诉叔叔借钱干什么呀？我要见到爸爸了，我想穿一件新衣服。好啊，没问题。嗯，麦花先乖乖回去吃饭，然后我送你回学校。晚上呢，我跟妈妈去商场就给你买，保证你见到爸爸的时候穿得漂漂亮亮的，好不好？好。高兴吗？高兴。嗯，快回来，回来。就你名堂多哈。回来了，不然你总算回来了，我找你找了一天，电话也不接。啊？我手机悄然静音了，对不起啊。你到底去哪里了？我去给你修复 U 盘啊。哎呀，这病毒太严重了，我跑了十几个店，总算是恢复了一小部分，真对不起啊，害你白嫌。都怪我，我已经尽力弥补了，你别生气了啊！我没有生气了，其实应该怪我，自己没有备份，还冲着你发脾气。谢谢你，这么努力帮我恢复书稿。时间不早了，你早点回去休息吧，我还得把前几章补出来呢。那你要怎么补啊？你总不会过目不忘吧？之前在公司。意外的打印出了几张，我照着打字就行了。分工合作吧，靠你一个人，我想一个晚上也写不完。开门吧。你不是说你有打印出来内容吗？给我看看吧。其实我一个人能搞定，这本来就是我出的错，应该我负责。要不然你回去休息吧。快交出来！美丽、优雅。端庄，你这个翻译也太乱来了吧！难怪你不想给我看。我是在给你的文章锦上添花。我只看到你把自己描述的跟花一样。你是来吐槽的吗？要是这样的话，你回去吧。啊，我错了，对不起。哎，我们下周末一起登山，一起赏花吧。你们还跟花干上了？我是认真的邀请你去登山。
路。好，就这样说定了，马上开工。我还没答应你呢，既然答应孩子就来，哪能骗孩子呀？真是。我记得你小时候最喜欢穿这种白裙子啊。是啊。哎，那会儿跟我一样，从小就臭。你那会儿可是咱们胡同的大美妞，所有男孩都愿意跟你屁股后面屁颠屁颠的跑。这都多久以前的事儿了，还翻出来说？可能我今天有点怀念吧。你什么时候变成这种风格了？可能你还不了解我。周晚松。那这个吧，好啊，简单干净。好，这个，哎，白姐，哎，有些事儿我憋在心里好几天了，我不知道应不应该跟你说。说吧。那我跟你说了，你可别生气。什么事儿啊？你有没有考虑过离开麦冬啊？我知道你什么意思。麦冬现在破产了，负债累累，你怕我跟麦花跟着他没好日子过，对吧？其实他不打招呼走，我心里确实挺难过的。不过你回头想想，他是麦花的爸爸，我是他的妻子，在他最困难的时候，我不可能离开他。如果事实并不是你想象中这样呢，怎么办？那还能什么样？他算了，没事，当我没说。不过这段时间，我跟麦花要没有你的话，真是熬不过来。我得好好感谢你。白姬，我需要的不是你的感谢。我跟你说，其实王松。我们是朋友，我们只是朋友，原来是，以后也是，这一点不会改变。我先去下面开车，然后你买完就下来找我吧。开车吗你？你追尾你还有理了？有点法律常识好不好？
倒车全责，懂吗？但不是你撞的我吗？你怎么还……老公，我在停车场被人撞了，胡搅蛮缠，还扬言要打我。月，东东，吓死我了！没事吧？你看车都被撞成这样了，车撞坏了没关系，我看看谁那么嚣张啊！你这个人，你愣着干嘛？快替我教训他呀！你和这个女人什么关系？你不是在躲债吗？到这里来干什么？白吉，咱们回去说好吗？白吉，哎呦，麦太太，不是，怎么了？哟，你老婆在家也没闲着呀，这和老情人出来约会来了。白吉，他是谁？还用问啊？老情人呗。你胡说什么？他是谁？合作伙伴，不像你跟这位，麦冬在外面辛辛苦苦赚钱养家，你就用这钱养个小白脸啊？白姐，你开的是不是他的车？这种女人不抓奸在床，打死她也不会承认。你这么做，你想过卖花没有？你没资格说孩子，更没资格说白姐。像你这种男人躲在外面不回家，把老婆孩子扔在家，你跟我谈什么责任？我跟我媳妇儿说话，和你有什么关系？跟我关系大不去。我去！回去了。工作完成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再次谢谢你的帮助。我刚刚写了一段新的内容，一定要看哦。越深入他的家庭，越了解他的无奈。他那样渴望得到家人的理解和认同，可在这许多年里，他却只能把自己装进一个壳里，扮演他该扮演的听话角色，一直在做自己该做的事，承担白家长女的责任和任务，却一点点地被迫放弃了应有的权利。他投入画画的时候的表情是那样的明亮，看到作品被人欣赏的时候，笑容是如此的可爱。情况怎么样了？你是麦先生家属吗？我是他太太。哦，我们给他做了检查了，没什么大碍，建议他先住院休息几天，再观察一下。那位周先生呢？周先生，你说的是和麦先生一起送来的那个吗？啊，是。哦，你和他什么关系？我们是朋友。哦，啊，他没什么事儿了。
等着，你买彩票中大奖啊？你怎么还不睡觉？有人撑腰。睡不着。这都12点了啊！你明天不上班了？舞团最近选领舞，我压力可大了。我一想着这事儿，我就睡不着。你干嘛关电视？我没看完呢。你现在需要好好休息，你都累了一天了。哎呀，你能不能别跟我爸是这么啰嗦啊？真烦。苏苏，你不好好休息，你明天哪有精力继续排练啊？老人家，你能不能不要以你的老年人的状态来评估我呀？想当年我上大学通宵 K 歌，第二天照样考试，考100。小朋友，好汉别提当年勇啊！我知道你们舞团现在比赛压力大。但压力大也需要你心胸开阔啊，否则自然会失眠。嗯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说我小心眼儿？你才小心眼儿呢！你是不是看我跟汪小松在一起，你嫉妒你吃醋啊？我还就爱跟他在一起，怎么着？怎么着？嫉妒？吃醋啊？就那个呆头呆脑的傻小子啊？他哪是我的对手？哎。赶紧的，赶紧回屋睡觉去啊！睡不睡觉是我的自由，你怎么那么爱管闲事儿啊？这是我的家，啊，电视开关我说了算，你一没交电费，二没交房租，在这就得听我的。有什么了不起的呀？我还就不住这儿了，我现在要搬我爸那儿去住。哟呵，哟，还真要走啊？哎呀，苏苏，你别闹了，都这么晚了，你想看电视，那看去吧。不用。回我爸那儿，正好亲近亲近，省得咱俩抬头不见低头见。行，要不要我送你一程啊？不用了，谢谢你老人家。行，回去清静一下也好。苏，你怎么在这儿呀？我这其实不是家里没人吗？我过来看门啊，不然你那些宝贝药材丢了怎么办、啊？瞧你这丫头说的，张嘴就来。你们怎么提前回来了？你爸哪有心思玩啊？吵着要回来。哎呀，在外面再好也没家里舒服，这不是啊？你看怎么都弄得乱七八糟，你怎么睡沙发呢？不知道啊，我失眠睡不着，看了一宿电视，困死了。为什么呀？不知道啊，就是各种心烦。你小屁孩有什么心烦的事儿啊？赶紧收拾收拾，该干嘛干嘛去啊！别懒了，乖，听话啊！真是。你看看，我说什么来着？你这才离开家几天呀、啊，他转眼就跟别的男人好上了。我看你留给他那大笔钱，都便宜那个小白脸，不是小白脸，土老帽。你有完没完？给你戴绿帽子的人可是他。你只让你离婚，就拖拖拉拉的，这回可好，绿帽子也戴上了，还让人老情人打了一顿。你别说了。麦冬，你看清楚了，现在伺候你的人是谁？你居然为了他吼我！不是，我告诉你，要么你快点离婚，要么咱俩就吹。还静芝，不是，我不是那静芝啊，静芝。护士姐姐。哎，你好。
我想请你帮个忙。哦，你说什么事儿？我想申请多住几天医院。多住几天？嗯，说一下你名字。周岗松。嗯，周先生，医生已经给您确诊过了，说您身体没有任何问题，可以马上出院了。但我是这身上还是有点不舒服呀，我可能是伤着内脏，要不然让我多住一天，啊，多住一周。这个可是您的身体真的没有任何问题啊？那你要不让我住院，我万一要急出什么病来，你负得了责吗？这个责我肯定负不了。要不这样吧，你稍等一下，我打个电话问一下医生。周先生，我要出院，马上，你给我办出院手续。出院。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跟那个女人……你还好意思问我？你跟那个男人好了多久了？还是说你们俩以前就已经好了？我跟你结婚这么久，我是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吗？好了好了，你不用再说了，我也不想听了。事情既然这样，咱们离婚吧。我会让律师把离婚协议交给你的，给你一周时间考虑。不过的话，咱们就上法庭。白姬，我知道这些年你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，我很感谢你。可是你不觉得咱俩越来越没有共同语言了吗？真的，我想了很久。既然已经有了新的对象、新的生活，那么咱们就别互相折磨了。至于卖花，我等了你这么久，就换来一个离婚是吗？我已经厌倦这种平淡乏味的生活了。反正我已经破产了，养活不了你了，离了吧。我不介意你没有钱，我也可以工作呀。我们可以从头开始，真的。麦冬，你记得你跟我说过吗？我们的爱情就像一颗老核桃，太硬了，谁都砸不破，对不对？你突然就走了，就剩下我跟麦花两个人，我也没有工作。房子也被债主收走了，但是就这样我也不害怕，我担心的只有你。我担心你会不会被债主追，担心你能不能筹到钱，担心你会不会生病，担心你能不能安。白吉，白吉，难道你不明白吗？已经不爱你了。我知道你在骗我，你说过你永远不可能不爱我的。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，我可以向你保证，我跟周岗松什么关系都没有，真的，什么关系都没有。
所有怀疑，爱会来临。